灣區傳媒體，全灣區都睇。大家好，我是瑞盈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製作的節目《灣區傳媒體》。好開心今日迎嚟我的新拍檔梁海寧 ，Maggie 你好啊 ！Hello， 怡芳你好，大家好，我是梁海寧，好高興加入灣區傳媒體，同觀眾朋友一起由大灣區出發，走訪我哋嘅國家各個地方，去發掘唔同方面嘅資訊啊 ！Maggie 啊，你對邊一方面嘅資訊特別留意咧嚇？我自己就比較留意科技方面啦。我哋國家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我好有興趣知道最新的科技發展是點樣應用在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啊！咁你真的要好像我哋嘅觀眾一樣，多啲留意我哋嘅節目，包你有好嘅收穫啊！好啦，事不宜遲，我哋首先去第一個環節南北快閃。近日，珠海市、中山市、江門市、陽江市不動產登記跨市通辦框架合作協議成功簽約。日后市民如果需要在珠海、中山、江门、阳江四市购买或者管理物业，只需要在四个城市中拣任何一个城市去办理物业登记就可以了。这次的合作，四城居民办理业务提升便利，有助加快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建设。近日韶关市中心血站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宣传无偿捐血的知识和意义，提高公众自愿参加无偿捐血的积极性。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捐血过程，分享捐血的种类、好处，加深大家对无偿捐血的认识。鹌鹑、鹧鸪等禽鸟营养价值高，一直深受消费者欢迎。珠海南水镇新成立的鹌鹑鹧鸪养殖场建设养殖场12个，鹌鹑每年出产大约150万只，鹧鸪50万只，鹌鹑蛋300吨。随着内地的电动单车数量增多，电池安全亦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安徽省合肥市燕敦街道就开始使用这款电动车电池存放柜，专门用来存放电动单车拆下来的废旧电池等等。这些存放柜的质料含有金属岩面板，具有防火、防爆、防水功能。Maggie 啊，你中唔中意四围揾嘢食噶啦？好中意啊！特别咧系去旅行嘅时候，我会周围去试下当地嘅美食噶。正所谓食在广州嘛，所以我下个目标咧就要食尽广州嘅美食。啊，你真系识食啊吓！咁其实广州真系有好多好嘢食噶噃。咁最近咧就喺广州发布咗2024亚洲地标美食地图，而喺50几个最新嘅亚洲地标美食当中，就有唔少美食系出自广州噶噃。咁今日咧，我哋就去其中两间睇下佢哋制作美食嘅过程。这50几个亚洲地标美食不单只有广州严选，还覆盖香港、澳门、佛山、江门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亚洲地标美食已经发布了229道，他们的评选标准就是好吃不贵的全民美食典范。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自老广吧，也是全亚洲人民对美食的一个朴素而真挚的一个评价标准。位于琶洲的这间中餐厅，招牌菜鱼生有理，油盐红胡椒蒸黄鱼肚脐腩，今年榜上有名。这道菜的灵感来自大厨吴师傅和他太太的恋爱故事。这个就是黄鱼最好的部位，这个部位就是肚脐腩。肚脐腩整个黄鱼最金黄色，因为它富含的油脂，所以吃起来的时候特别鲜嫩滑的。黄鱼去头去尾，再仔细去骨，下一步就是腌制。菌汁呢，它有个果香味来的，白酒呢就可以增香去腥。你用这个大黄鱼呢就要15分钟。腌制去腥之后，再放盐、鸡油、鸡汁，搅拌均匀，放入笋和豆腐打底，就可以开始蒸了。
笋可以吸油，吸收咗黄鱼嘅鱼油会特别鲜、特别爽，蒸六分钟就可以上台啦。呢间老字号茶楼嘅金沙红米肠已经连续几年上榜亚洲地标美食，喺茶楼行一圈就会发现好多食客都有点呢个点心啦。这个呢就是它例如我们广东的特色小食叫做炸粮，它呢其实就是肠粉的外皮包裹着我们的炸粮，米皮呢就是红米皮来的，加上呢有些虾，很大只的虾，很 Q 弹，所以呢你一啖咬下去的时候，口感非常之丰富，很有层次感的。李芳娜啱啱就同大家喺广州嗰度品尝美食啊，咁之后仲有咩活动系可以去玩下嘅咧？梗系有啦，不如我哋去听下爵士乐啦。嗱，广州爵士音乐节最近咧就开始咗噶啦，一路去到十一月呢段时间，多位世界级爵士乐手将会带嚟高水准嘅演出。我哋不如率先去了解一下有咩节目啊？广州爵士音乐节是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爵士音乐节，今年步向十周年，迎来华丽升级，制作时间更长、阵容更强的广州爵士音乐节，由现在开始去到11月8号，86个获得格林美奖提名的音乐人、30位格林美奖得主的全明星阵容将会在音乐节期间逐一登场，当中包括84岁爵士乐不老传奇克比·汉考克 Herbie Hancock、 世界第一小号手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 所率领的林肯中心爵士乐团，吉他之王迈克斯特恩 Mike Stern 等。今年的这阵容全是金字塔的塔尖，它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的那种级别的了，都能在今年全都在广州呈现，我觉得这个简直不可思议。你去国外，哪怕现在世界最有名最一流的爵士音乐节，你也不可能在一年里看到这么多。除了融汇国际顶尖阵容的音乐会，爵士音乐节期间还有一系列活动，等更多乐迷一同感受爵士乐的魅力。我们会搞爵士开放日，同时还有大师班呐、啊，还有普及惠民的免费活动啊，还有与音乐家的面对面啊等等，所有的免费惠民活动都欢迎大家多来打卡。二沙岛户外音乐季今年将会喺同一地点海山街一号嘅草坪继续同大家见面，从十月到十二月嘅八个周末，将会为大家带嚟唔同音乐类型嘅惠民演出。Evana， 我發現今日嘅廣為人知主打嘅係一個嘆字啊！點解你會咁講咧？嗱，因為喺廣州嘆完美食啦，聽完音樂，跟住我哋就帶大家去嘆咖啡啦。相信大家都去過唔少嘅咖啡店，但係以戰地為主題風格嘅咖啡店，你有冇去過咧？哇，好特別喎！咁不如快啲帶住大家去刺探一下店裏邊有啲咩軍情啊！機槍、彈藥箱、軍用水壺，哇！叫我過嚟，到底係飲咖啡啊，定係嚟打仗嘅？呢一间咖啡店坐落于大名鼎鼎嘅黄埔军校旁边，同大多数嘅咖啡店唔一样，呢一度每一个角落都弥漫住浓郁嘅军事文化气息。军事器械模型、军校文创产品，唔单止展示咗历史嘅深沉同厚重，更融入咗现代设计嘅简洁。主要是以红砖作为基底，然后搭配了一个暖色的灯光，打造的这样一个有机的商业结合体，一个大文创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里的拿铁印出来是一个姓字，取名德胜拿铁，十足架势。除此之外，还有一款更加架势的日破云图万里红特调咖啡，有阵淡淡的柚子味，然后还有一点点寒天，都挺有意思，趁够雪未融，咋咋喝多两啖。咖啡厅还提供各种精致的甜点，无论是和朋友小聚，定是独自一人享受宁静时光，都可以在这里寻觅到专属于你的那份美好和惬意。有数据显示，广东省近年来的咖啡门店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而随着咖啡产业的发展，咖啡加场景这种新型消费体验越来越受欢迎。从文化主题到设计装潢，从招牌名称到杯盘用品，咖啡店都在根据自己的特性不断探索差异化的设计。Maggie， 你会不会去图书馆看看书的呢？以前都会的，不过现在上班那么忙，还有又不近家，所以都很少专门去了。如果家附近有图书馆就真的挺好。
跟住咧，我哋就去佛山睇下啦。順德區咧就係以圖書館為中心，設立圖書館分館或者係服務點。咁目前咧有14間建成咗，仲已經投入服務添。我哋一齊了解一下。走入呢間圖書館，濃厚嘅文化氣息撲面而嚟。裡面設有圖書閱讀空間同埋文創展示空間、畫廊展示空間、咖啡品嚐區域等等。以書店家的概念結合圖書、文創、繪畫、陶藝、餐飲、活動等產品和功能，提供一站式文藝休閒服務，建設書畫一體的新型閱讀空間。這間圖書館自2022年開業以來逐步探索，形成成熟的運作模式。文藝氣息幾好，幾有創意，我都買了。要素很多，也很喜歡。你覺得環境怎麼樣？還可以的。我们14个阅读空间，因为它是走一种高质量发展的定位，所以呢，每个馆都要有主题，尽量不要重复。目前的运营的成效来说，还是比较贴合它所覆盖的那个群体的需求的。最近国产邮轮就同国产飞机合作，推出咗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加国产大飞机 C919 嘅联合专线。嗱，有咗呢条专线，大家就可以一次过体验晒搭邮轮同埋飞机去旅行嘅感觉啦。首次推出的海空联运线在邮轮的官方平台发售，消费者只需要购买指定客舱的船飞，就可以获得国产大飞机 C919 的机票2张。联运专线不单止融入了中国智能制造的卓越成果，还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比如说一些纸鸢啊、宫灯啊、一些步摇啊，然后包括可以参与一些就例如八段锦的一些非遗的这样的一个非遗运动，会在这个我们的千人大舞台当中去上演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豫剧的一个演出。自今年元旦开启商业首航以来，这艘国产大型邮轮已经成功营运了50多个航次，服务大约22万国内外的宾客。今年暑假期间还推出了山海经奇幻之旅等以海洋为主题的全新夏季文化主题系列活动，探索邮轮营运的中国模式。爱达邮轮承担着集成中国科技、传播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5G 邮轮的这样一个项目在持续的向前推进，努力的把我们的本土的采购体系建立起来，本土的信息化体系把它建立起来，本土的人才体系把它构建起来，从而共同呢构造一个中国的邮轮的这种生态体系。此外，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目前正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建造，预计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2027年在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讲起秦始皇和他的兵马俑，相信大家在书本或者电影电视剧上都见过。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兵马俑是几时发掘出土被世人所知的呢？答案就是半个世纪之前。为了纪念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又有一批兵马俑文物首次和观众见面。现在我们一起看看。今年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近日，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幕，透过230件组文物精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现秦始皇陵的面貌、内涵和价值。
我们也展出了各个兵种的兵马俑，步兵俑、骑兵俑、立射俑、跪射俑。观众在兵马俑遗址坑呢，可以领略到兵马俑军阵的恢宏气势。那么走进我们这个展览呢，我们观众就可以更加近距离、更加细节地欣赏到秦俑之美。今次展览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分为秦始皇帝、骊山为陵、公官百官、地下军团等八个单元，很多精品文物都是第一次对公众开放。其中有不少重要的遗址的发掘成果呢，是首次跟观众见面。比如说，我们在四官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三枚两周纹铜权，这个铜权呢，也是秦统一度量衡的一个有力的一个物证。直径61公分的这个窥纹大瓦当，在陵寝建筑遗址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的体量非常大的这个瓦当，也被称为瓦当王。1974年。在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发掘之后，揭开了秦始皇帝陵系统考古工作的新篇章。经过50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重要收获。展览中我们运用大型的沙盘、考古模型、沉浸式体验、数字交互、现场连线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全方位的呈现秦始皇陵的文化面貌和它的丰富埋藏，来反映秦帝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思想。去旅行嗰阵，有时拎住啲行李搭地铁都系一个唔细嘅挑战啊！冇错啊！嗱，为咗解决市民同游客携带行李出行不便嘅问题，杭州推出轻松游行李自助寄存服务，喺多个地铁站设置咗储物柜啊！咁以后去杭州玩又好似几轻松咁。在吴山广场地铁站里面，两组黄色的智能行李储物柜格外醒目。储物柜总共有三层，由上到下分为大、中、小三个不同的尺寸，市民和游客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储物柜。整个操作流程亦都清晰贴在储物柜上面，用手机扫一扫，以人脸识别登入，再进行身份证绑定之后就可以寄存了。储物柜的使用时段是朝早6点至10点，不可以长期存放或者过夜存放。刚从酒店过来，有大包小包都没地方放，正好有这个寄存柜在的话，都方便了很多。不像就是还要特地去一个商店里面找寄存行李的地方，因为你逛完之后还要回来嘛，回来之后然后再取，正好就可以解放双手了。就是我们所有的柜子都是在付费区以内的，所以要先通过我们地铁安检。然后易燃易爆品是不允许存放的，还有一些生鲜类的、衣服类的也是不允许存放的。除了储物柜，最近杭州地铁亦都新推出一个贴心服务，就是地铁全线都可以数码借车，还可以在不同渠道、不同地铁站之间互借互还。城市的发展需要人才，而要吸引人才留在一个城市，最好就是可以帮助他们适应生活。而最近有一班青年博士就决定留在沈阳市发展，他们不单止揀到心仪的人才公寓，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礼包，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留在沈阳。随着金蛋破裂，拥有东北大学博士学历的桂海就获得了一个98平方米的人才公寓。在拎到锁匙之后，他迫不及待前往新屋，跟远在山东的父母视像通话，分享这份喜悦。然后这个有那个电视，这边电视，对，然后这边是阳台，对，你看这个路线阳台这个。
桂海入住的人才公寓是全市第一个高层次人才公寓，它位于云南区的黄金地段，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公寓入面还设有人才中心，为入住的人才提供便利贴心的服务，让他们留在沈阳工作更加安心。我看了之后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政府对我们人才的一个用心还有诚心和决心。云南区还同步启动了相约云南青年博士人才服务系列行动，由定居、成长、日常生活、结识朋友等这几个方面推出一系列的服务计划。我们这个房子钥匙拿到之后，然后马上我们都搬过来了，然后以后孩子上学也近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目前的是就是如果要入托的话，就是每个月能减200块钱，然后如果是早教的话，它有一些园可以是免费的。今日同大家去到一间专卖蛇羹的百年老店，一起听下他们的故事啊。在香港，专卖蛇羹的店铺多以蛇王命名，好像这间百年老店也都不例外，还加上创办人吴桂芬的芬字去做识别。我太爷和太嫲其实1895年就已经在南海、大叻、三花街、广州区，就其实他们在那个街仔街巷就是中医来的。咁近時嗰個時段咧，都已經幾風行噶啦，即係用蛇嚟入藥啊，即係外敷內用，將嗰啲蛇嘅元素咧就入湯，咁就加啲藥材。吳卓之 Gigi 係店鋪嘅第四代傳人，佢話1940年屋企人由廣東搬到嚟香港，喺中環基利民新街用木頭車喺度賣蛇羹、燉湯同埋白飯。依度基利民新街啦，我媽咪啊，佢就話中間個橛咯。咁依度可能就係一個牆，就有嗰啲佢哋釘啲木板，然後啲凳仔啊。咁然後咧，佢哋做好多好大嘅，即係鍋馬嗰啲圓形。佢話一盤可以擺到20個燉湯。我知道要整一碗蛇羹出嚟咧，起碼要用3至5種唔同嘅蛇啦。咁而家我就要跟你學點樣去撕蛇啦。不如介紹一下究竟面前係咩蛇先 ？OK， 咁如果話五蛇三蛇，通常都係唔夠五蛇做三蛇啦。咁就係飯鏟頭、金腳帶、過樹茸、三索線同白花蛇。咁有解毒嘅蛇，有素蛇，亦都有好毒嘅蛇。但係而家因為好比較好毒嘅蛇咧，係真係即係絕種，咁所以佢哋都係受保護多啲，我哋就會多啲係解毒嘅素蛇會用多啲啦，包括水鹿蛇咯，水鹿蛇就淨做蛇碌添。但係本身蛇咧，譬如你試一下，譬如一抽依個蛇咁樣啦，都好長噶嘛，你撕唔到住嘅，你就要將佢搣短佢先，係啦，然後就撕咯。咁啲老前輩就話咧，我哋呢一個喺中環賣咗幾十年咧，就係粗中帶幼。即是又嚼口得嚟，又有啲幼細咯。一碗蛇羹功夫多，要做到真材實料，特別考究的就是蛇骨湯底。湯底即係我哋就落足曬嘅，又要金麻火腿，又有即係老雞，又要夠多豬骨，又要多蛇骨，咁仲有嗰啲花椒八角啊，當然有花椒啊，又有果皮啊、薑啊，即係呢啲就齊咯。蛇羹要會得好，好講大廚嘅經驗同埋手勢。呢度嘅師傅做咗30幾年，都將好，因為好多材料，好似薑、木耳、冬菇都要切成絲，真係少啲心機都唔得噶。蛇羹煮嚟唔好煮錯嘢啊，因為蛇羹煮一煮咗嘢咧，有啖噏味啊！嗰嘢一定要日日清啊！一路做一路掌，仲要點樣做好呢個菜佢攞到出嚟俾客人咧，人哋客人食曬咧就 OK 噶啦。
妙瞰神州，精彩在线。今日我哋去重庆，最近重庆万州天晴炎热，亦都好少雨。一到挨晚，大家抬起头就可以见到五彩斑斓嘅秋日晚霞。节目的最后，跟住我哋嘅镜头一起感受一下呢一份浪漫。今集的湾区传媒体节目时间够了，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